看个几天病好了，送幼儿园两天回来了，又得搁家待好几天。那孩子那胳膊扎的血腥，现在是有点抽血，血腥血腥的，那心呢一抽血，我都不敢跟前待了，真心疼。哎呀，你看上次是，哎，多长时间了哟？十多天吧，我就几天没更新那几天，哇哇吐啊，那挺心疼的。哎呦，我半夜起来，咳嗽，就哇一下，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吐。这刚好几天呢，咳嗽完了又发烧。中医还得过一回中耳炎，净搁医院待着，但是花点钱都没事着，花不少钱。这孩子是真遭罪呀，我说真有点。还有下午运动这事儿，电话呢，还没回来呢，可能是生气了。今天有点见好了，我姑娘见好了，这不要送去吗？后天我就不太想让他去。这人呢就是没脸，这血糖刚下来点儿，这两天又整点了，没少喝酒，人就这样酒蒙的。你要时间啥不喝这白酒，零喝，哎呀，真辣啥的，贵。这个是咱东北版的麻辣豆腐，不是那个四川的麻婆豆腐，这也是经典老串。我记得咱家那个市场饭店卖是3.5块，不加辣椒就是3块。因为啥？这个菜就是从溜豆腐中演变而来的。溜豆腐加点辣椒面，这是麻辣豆腐。这个菜我炸的老点，就像豆腐泡似的，正常是一过油，嫩嫩的，就是一手油。我这有点像溜豆腐泡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论吃这种老的，外皮是酥的，里面是嫩的。正宗的麻婆豆腐这样啊，就是一手油，外皮稍稍有点崩边，哎。行啊，今晚一个小视频，我给我媳妇打个电话，问问还没回来呢。不远离我家，干啥？打个车，起步价，我打个电话，拜拜。